足部，我觉得定时去做 SPA， 还有让专业的师傅去修剪它，我觉得是很有必要的。因为当你定时去修剪你的脚的时候，它指甲长出来就会比较漂亮，然后同时也比较干净。所以通常我在夏天来的时候会先固定去做脚的 SPA， 深层的保养保湿，然后美白也会一起做，周期大概一个月会一次，然后夏天大概两个礼拜一次，所以以夏天来讲大概一个月两次，冬天大概一个月一次。